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，卖狗不报价，生意做不大。今天啊，1800块钱拿下一只3个多月的陨石边牧啊，小工，来看我砍价的过程啊。来看一下啊，今天把这只边牧给盘走啊。过来过来，小宝贝，来来，老板，你抱过去，抱外边去。好。宝贝，来看看啊。看，放这边，放这边。看换什么？过来过来，几个月了？3个半月了。3个半，疫苗打几针了？打7个。三重大围脖哈。哎呦，就是感觉腿瘦了。刚打起。太瘦了。跟小孩一样，先长骨架后长肉哟。什么跟小孩一样，先长骨架后长肉？你拿来吃的给他看看。拿点吃的啊，有点瘦啊，正好我大哥也相中了哈，我来给他砍价。这边有一个中亚，我去，中亚陨石边牧哈，这种颜色特别稀少，而且价格高，你听他吃不？羊肉，那不吃了，你咋不给他喂肉呀？嘿嘿，穷。穷，我看你一点不穷，那打牌打得怪大，歪得怪大。好了好了，那个什么，1500块钱能拿不？不能。哎呦，又行了行了。行了，我看品相，都是这样的品相。兑换了，没看，我咋没看出来换、啊？你给他放点肉，全是骨量，你吃一点营养没有，知道吧？别给他吃了，弄得嘴上多脏。一会儿我给他买点肉给他吃吧。行行行，你也忙你的呀。我哎，你过来哈，你把这个谁送过去你就过来。咱养养家，你看我昨天哪合适？哎呦，这够，我抱这边来。哎呀，放这边来哈。哎呀，毛量可以哈。你是边牧哈，花色匀称。这边还有好多大狗哈，你看。我现在最喜欢卖这种大一点的狗狗哈。你就说多少钱能拿走吧，姐姐？这个啊，一步到位的价啊，1800。你别领1800了，1600块钱我直接到带走，直接带走。直接我带走一啊。1800少了就不卖。那你给我完事了，1600块钱。行不行不行，不管。啥不管？怎么卖？你真不卖，假不卖？怎么卖？你看跟着你都受罪了吧？你又没时间养它，对不？洗碗眼，给你洗碗眼，便宜点，便宜。来来，洗碗眼。洗个眼也不能便宜。哎呦，咋不便宜了？你让来钱咋了？啊？那大哥相中你这股了，回来再买你了。好。那我给你点上行吗？啊？有风吹大。不用点了。不点了，不点。1800，少了不卖。哎呦，那你放过去吧，1800我不要了。那你把你的眼给我吧，你把眼给我吧。好，还给你。哎，不要走了，不要走了，来来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不卖了，给我打麻将去了。你别打麻将了，你给我让点钱行不？不管呀。再让100行不？不行。1700。不管，真的1800。哎呦，你咋弄那说话了？疫苗真做齐了吧？真做齐了。这么大个头了。都有点偏瘦，骨量还可以啊。没时间养它，你别打牌了，都是了，这狗都跟着你受罪。换俺大哥养，肯定得漂亮很。这个啊，正宗的三重大围脖，真是大围脖。哎，你染色了呗？你说是吧？没有嘞。这蓝陨石你看漂亮不？这毛色真好。不能烧了呗？不能烧都不能烧了吧？行，你们拿过去放那边，我检测去。没病，我付钱。有病，你把狗抱走。我送那边，咱检测到那边。看看啊，这边是虫食伤，还有白柴、黄柴、双叶藤边牧、八极兔啊、小鹿犬，这边啥狗都有哈、啊。还有萨摩、卡斯罗啥价？卡斯罗啊，要1600。公了。哦。颜值1200能卖不？1200这样的。管了吧。不管呗、你快抱过去，咱检测那个去。那谁家？东东家。行，有嘞，行，我找了，好，来关注一下，咱去那边检测去啊，现在检测啊。
这个陨石啊，那1800拿下的啊，那个大姐是少一分钱不卖，送来股立马就过去打牌去了。哎，不过日子啊，有病我就给他送过去，这条沟给咱大哥绝对享福，给咱那个养殖户真是遭罪了。发到杭州去啊，发到杭州去，骨量毛色都可以，开始后面你看后腿这里开始发毛了，不测他犬瘟，3-4个月的狗最害怕得犬瘟哈，还有点感冒就容易得犬瘟。等一会儿出结果啊，现在正走着来哈，正走着来哈，咱等一会儿啊。还有这边再看看啊，不能浪费时间，这边还有阿拉斯加罗威纳杜宾哈，看看。哎呦，这罗威纳多壮啊，我上次被罗威纳咬到了，发给烟台的大哥一条罗威纳双血统的，上次买的是3500块钱，我一碰它咔哧一口咬到了啊，打了5针了。看看结果出来了不，比较忙哈，还没出来呢，马上就应该都是健康的，汽车里没有出现红线的话就是健康的。先关注一下啊，来。哎，漂亮这条狗，你等着吧，养一个月之后只要是胖起来绝对完美。现在陨石边牧都2000-3000，金棉更贵，来关注一下哈，马上结果都出来了，是健康的哈。我一会放托运部去。